华生科技25年来，从连接器的一个传统产业，晋升到近几年我们发展 LED 的照明，从 LED 的商业照明到 LED 的农业照明，这两年内我们成立了光合筛智能生态一个家电的产品，从整个工厂端到个人端到所谓的家庭化，推发展了一个光合筛 Home and Food 的系列，它是一个植栽系列，也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它是可以让你很轻松的在家庭里面体验所谓的农村家庭生活即栽即食的一种全安心的一种食安乐趣。它是一种很非常简易的栽种方法，从一个简易的农艺包加水插电，非常省电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来做一个种植，一种所谓的教育，这种传承，一种经验。那当然在这种家庭式的模式来讲，我们公司呢更开发出所谓的个人化的，让你在家庭里面体验所谓的教育，所谓的个人的休闲养生，这一种所谓的对心灵疗愈的一种产品。这样的产品开发出来呢，它是一种对整个世界环境的一种节能减碳，甚至于在生物应用里面来讲 LED 产业的更大的一个发展。以上是我们华生科技在这个光合栽系统的一个简介的说明。